主要是像51岁高姓的高山协作员10号在卡赫尔山疑似因为滑倒造成背带勒紧丧命了，遗体由空勤直升机顺利吊挂下山。而除了家属呢，登山协作协会的团体也都在脸书上追悼这位老战友。地面救难人员大体固定完成后，接下来上方的空勤直升机顺利的吊挂上机，将不慎送命的协作员高顺龙送下山，家属在山下行水接应。不敢相信啊，觉得可是心里想，他是在他喜爱的工作往生，对我们家属来讲也是感到蛮欣慰的啦。至少是他喜欢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对，就是他很热情，就是很热情，很向往这种工作。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不会遗憾的。卓溪乡51岁的高山协作员高顺龙参加一支5人队伍，9号从南投入山爬嫩高安东军纵走，10号一走。高顺龙独自提前出发准备，上午10点多时在卡赫尔山北侧600公尺处，疑似可能因为滑倒被背带勒住脖子，领队到场时发现是以心肺复苏术1小时仍无效。昨日我们派遣我们的2名专精的山难搜救人员漏夜赶往到现场，就是预计今天能够搭配我们空勤直升机能够完成一个吊挂作业，也幸好今天天气很好哈。那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个吊挂，将患者带往山下。军人退伍的高顺龙在山友圈人缘相当好，人称士官长。事发当天出发前还在脸书发文，前进卡赫尔山上能高主峰，再占领大陆池。未料不久即传出意外，魂断他最爱的山林高山里，登山客及协作圈战友相当不舍。记者石玉兰，花莲市卓溪乡连线报道。